先去帮你做一个疏通，腰间肉肉给它拨到胸部上来，在腋下附近的副乳把它推进来。慢慢按摩当中，你就发现你的胸部胸型一直在慢慢的改变。温馨提醒，这部片呢是好物分享，请不要用有色眼光看待哟。好啦，到这里呢，就是大家众所期待，一直私讯问我的美胸按摩。一个礼拜我差不多会来个两次或三次，差不多一个月就等于来了差不多十次左右。第一个，你不能就是有一个想法说，因为我们不是整形，不是侵入性的，所以我们可以让你打，但是打的顶多就一个 cup 或两个 cup。然后那时候我就其实哦对，那我花这个钱我就必须为自己负责，顶多一个 cup 两个 cup。那我们就进去吧 ，Let's go。然后每次来按摩师都不一样，所以克服一下，这里每个按摩师都知道你胸部大小，应该是这样讲没错。没错。好的，那我们先换衣服。换衣服啦。特地买了这个胸贴，那我会把我自己的贴起来之后，你们才可以完整的看到胸部按摩的手法跟他怎么推拿的。这样对大概的手法。对对对，这样对你们看了这部影片的，其实也会知道说哦，那是怎么样按法的，然后你们也才有一个参考价值，要不要花这个钱来按摩这样子。好，那首先会推荐乔丹女王的按摩呢，原因是因为它比较不会痛，它不是穴道式按压的按摩，它是比较偏向疏通式吗？对，疏通乳腺疏通，然后淋巴疏通，对吧？对对，然后把你就是因为女生很多副乳嘛，那另外就是我们常常内衣会乱穿，然后喜欢穿那种水饺垫。看到这里的话，如果你的内衣是水饺垫，千千万万把它给拿下来，原因是你会很常会挤出副乳，跟另外一个是你的脂肪会移位。然后自从开始按摩之后，我从半年前我都没有再穿，就是垫那个水饺垫，因为我就是等于说要把那个胸部的位置跟形状调到最好，对，然后它会等同于把那个比如说腰间啊肚子的那种肉肉全部推到胸部来。 OK， 我们开始吧。然后这个的话一个小时差不多，所以我很常来都是来这边睡觉的，就是一睡醒然后一来然后睡觉然后再回家，很爽的日子，就是你会完全没有痛感，然后很舒服。每个人的体脂脂肪素跟你的本身胸部的容量度就不同，所以会长大，但是应该不会到大幅的长到最那种很可怕的地步。有哪边不能拍就跟我说一下，就是什么特别的手法什么的，基本上都没有关系啦。哦，基本上没有关系啦。先去帮你做一个疏通，然后借由整个仪器的话可以去加撑它的整个效果，你这样子维持的真的很好哦。那我想大概这个月的话应该就要被换内衣咯。换内衣，嗯啊，你们所以是可以变大的。第七十，为什么觉得哦，我每个礼拜尽管工作再怎么忙，我一定要抽出两天的时间，那一天就是 for 按摩。了解。现在就是波肉肉把肚子啊腰间的那种脂肪肉，欸，不是嘴肉，要好好说话哦。瞬间一个歪头，腰间肉肉给它拨到胸部上来。因为我们女生不管再怎么瘦，其实腰侧还是会有一些肉肉。那我们就是把这个肉肉啊，可以把它拨到我们的胸部过来哈。然后第一个可以让胸部的肉肉呢，整个丰满起来。然后再来的话，也可以去帮你雕塑整个上半身的身形。现在呢，这个步骤应该就是集中把那个副乳啊，我们常常那种穿内衣啊，旁边那个在腋下附近的副乳把它推进来。难怪你会想睡觉，很舒服吗？嗯，很舒服，很容易就睡着。慢慢按摩当中，你就发现你的胸部胸型一直在慢慢的改变，然后也会慢慢的因为集中的关系，脂肪集中的关系，就会当然就会cup就会变大。但这时候内衣就要穿对，才可以让你的胸部的胸型更好看，跟维持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说不要再垫那个水饺垫的原因。所以看了这部片，拜托把你的水饺垫拿起来，重新去内衣垫。买一个真的适合你的内衣。有些女生有大小奶，像我之前是大小奶，是左大右小，然后这个按摩你就成习惯之后，其实慢慢的大小奶就会慢慢越来越平均。胸部按摩呢是需要时间累积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哟。每一堂课之后都会做一个内衣有没有穿对，然后要重新调整。这样子的话嘛，其实它会更饱满。你看，其实这一件内衣已经快差不多了，
所以后面的话呢，可能这个月就差不多真的要换内衣了。Yeah. 我之前来第一次呢，第一个是希望可以看看胸部可不可以再成长空间，另外一个是很多女生是上胸没有肉，嗯，那上胸没有肉的话，其实大多数你按摩把它给就是其他像是刚刚按摩的手法把它脂肪就推回来，其实慢慢的上胸就会变得比较有肉。对，这就是为什么我着迷于美胸按摩的原因，然后因为这个比较不会是那种侵入性的问题，另外一个可以炫耀的点说哇你胸部变大了，你是不是去整形？ No。 好，这样子的一种感觉。OK， 一二三四五六七，我差不多一个月上的会来按摩七次。您到目前为止是用了今天第二十八堂，第二十八堂，对，就是做了二十八次，没错。Yes。 OK。看，二十八次就有这样的效果，棒棒的。我可以有，你一定可以有。这是第一次体验价，我上次来的时候第一次体验是2800，然后呢这次降价也是2100，然后它这个是的小胸，像我的话就是小胸嘛的困扰，就小胸 up 大胸拉提产后丰润跟各种像是大小奶等等的都可以来做。好啦，以上呢就是我的美胸按摩，乔丹女王的美胸按摩。那对，就是我个人分享给你们，那如果你看了这支影片觉得哦天啊，也很有兴趣，然后看着自己的胸部等等，想要让它有点不一样的变化，又或者是想让它成长，又或者是你有大小奶的困扰的话，你也可以来咨询看看。现在就是2100嘛，比起我上次来体验已经便宜700块。对对，那另外呢，我觉得它的是因为它的产品是另外自己购买的。对，所以就是你们可以有兴趣的话来看看嘛。对，有兴趣来看看，没有完全就是说什么一定要来一定要来，没有，就是我单纯就是分享给你们，就像我平常的爱用小物分享给你们一样，这个美胸按摩对你们现在正在看的女性朋友们能够有所帮助。我推的这个乔丹女王完完全全不会痛，每次去呢都是碎死的，所以就是非常推荐。